瓦卡萨卡，出发！哇！呜呼！哇！就是这里！哇！好漂亮吧？哇！好大！一起来打鼓！最爱穿皮鞋和西装，每天吹头发打扮成马头的模样。哇卡萨卡哇卡萨卡，帅气的步伐，萨卡哇卡萨卡哇卡，时髦的酋长。有个部落叫萨卡哇，也可以上网打电话。萨卡哇的大酋长名字叫做哇卡萨，有个酋长叫哇卡萨。你说的没有错的啦，这个悠悠学校很漂亮的卡。那是当然的，我可是德国好棒棒徽章的瓦卡萨酋长哦。萨卡，酋长一起办卡，我们也想要。哇，今天酋长带了两个族人一起来上课耶，太酷了！小朋友，我们一起说瓦卡萨卡，你们好。怎么会知道？我们的名字就叫做瓦卡萨卡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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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，不要再卡来卡去了。你们如果想要得到好棒棒徽章，就要跟小朋友一样认真学习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好，第一项学习，我们瓦卡萨主任节奏感最棒了，所以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大节奏。主人跟上的卡，一二三四五，好嘿，换你们，一二三四五，好嘿，非常好，哇，一百分啊！再来，我们族人都很会唱歌哦，跟我唱，啊，哇卡萨卡，哇卡萨卡，帅气的模样，卡，哇卡萨卡，哇卡萨卡，帅气的模样。最后一招只有我们瓦卡萨族人才会的哟，我们要请一位小小瓦卡萨族人来做示范。准备好了，开始。Barbecue Barbecue， 香香烤乳猪。Barbecue Barbecue， 可爱小蜘蛛。你说什么？不要吃我！不要吃我！可是你好香啊！啊，肚子跑出来，没关系，哎，我们来跟酋长说，酋长啊，我们刚刚只是示范怎么样 barbecue， 没有真的要吃的啦，哦，没有真的要吃哦，嗯，哦，那问一下小朋友，请问这个 barbecue 游戏好玩吗？好玩，要不要吃它？不要，不要吃它，那我们给他一点勇敢的欢呼吧。你说的对，这个上课好好玩的卡。酋长，那我们两个也可以得到好棒棒徽章吗？这个吧，那我们要问问看熊比，大家表现的棒不棒？哇！耶，好棒棒徽章！哇，恭喜小朋友得到了好棒棒徽章，我也有两个了，我们也有卡，我卡萨卡欢呼起来了，慢慢走慢慢走，好，一起对前面唱歌的卡一起说声你好，吃饭要洗洗手，吃完要漱漱口，爸爸妈妈都对我说我是乖。开心来到悠悠学校上课，学到很多东西哦。现在要请小朋友跟我们一起大声唱，一起说声你早，过马路快快走，下楼要慢慢走，爸爸妈妈都对我说我是乖宝宝。悠悠上学去，下课。
大家好，我是番茄姐姐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下订阅键。你还想看到更多精彩的节目吗？那记得看这里。